那给我来讲啦，沈贵先生有帮我们很多，因为没有他的这样帮忙，不是我们真的要很久才能够存到那笔钱来去装修这些，因为不是小数目，几万哦，一在动，他那张小小东西，很像便宜便宜，可是你买全部来，你没有本事一次过筹到这样多钱，然后他就申请到可以做到这样子，不错了，真的很好。哦，啊，疫苗的，我那次也是，直接讲啊，早上讲，下午他就帮忙我们填好那些 form， 然后晚上就直接打疫苗了。哦，改变蛮多，真的，因为你看农业的也很多了，每个人我也有帮忙，因为我是 transport 嘛，我也有帮忙载一些东西，都是农业分发给那些农民那些，啊，他们也是很感谢，因为没有他，像之前，我见到他们没有申请到有，可是他讲等，到最后是实现不了，到省贵先做的时候啊，实现了，就慢慢的，啊，农业部有了，啊，疫苗也不错了，还有现在，是脚已经。那个公园已经做这了，已经也好了，还有另外一边还没有好而已啦，可是不错了，很多现在带到可能经济也好了啊，因为很多人古今老远啊，特地上来这边看啊什么之类的，真的，对对对，那当然的，因为没有在他像他这样子的啊，好的啊，再多五年呢，啊，我们这边视角改变很多，也发展很多，如果没有。他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做的会好吗，因为真的现在他已经是做出来给我们人民看了，所以啊是不错，真的他再做多五年，我们觉得我们视角会更繁荣更好。